Kitty。嗨。哎，玉婷你在干嘛？我在量体温啊。哦，量体温。哦。要戴手套取餐哦，包含打菜、共用餐具的部分都要拿手套这样子。包含就是饮料部分、吐司、咖啡，还有水果，都要戴着手套去拿。OK。那请问一下，现在就是防疫期间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国家防疫队说？我其实还蛮，我应该要先跟国家防疫队先致个敬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辛苦，对，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在做，为了我们台湾人民在做一线的防疫工作。